叹息春拥有太多话，无法放下对你的牵挂。你教会如何爱上，却没教会我放下。可惜夏天拥有太多话，被掩盖在蝉鸣围绕的树下，却无人道成真情话的真假。是你，我果然没有认错，云小姐，你本人比员工手册上的照片更漂亮。谢谢那天的伞。我叫薛之遥。时间囊现在主要业务呢是两个板块，一个是生活类美学的新媒体矩阵，一个呢是自由的电商平台。林小姐，我对这次世界囊的信息非常感兴趣，而且我很欣赏你的工作能力，希望这次能够收购成功。我应该努力阻止他收购才对啊，聊这么开心干嘛呀？没想到能够在这儿再见到你，真的很期待能和你这么热心真诚的人做同事。您太客气了。可是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是吗？那我自己先逛逛，你先去忙吧。谢谢薛总。嗯。怎么把门关了？您想让外面的同事都看到你挨骂？是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很大，你自己过来看吧。你自己想想是什么问题？是工作还是其他地方？要是工作上的事，我会把你放到腿上来谈吗？不准勾搭别的男人。我才没有。云小姐。看来我来得很不巧。舒雨不打算介绍一下吗？这位是薛总，这位是白组长。请问您和袁小姐还有事吗？可不可以把她借我一下？舒雨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你报表改完了吗？白组长，我现在就去改。薛先生来时间当谈业务吗？来看你做无用功。薛先生，我们两家公司已经开始走流程了，恐怕你来晚了一步。哦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想要的东西，你的一切我都可以抢走，不仅是你的公司。树下，却无人。